嘿，乡亲啊，好，高炸高炸，好，我正在人伫了屏东垦丁的海墘啊，吼，看咱大家乡亲安交换智慧，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嘿，我是曾淼宏曾教授，吼，台湾独立党的主席，吼，电机博士，吼，啊，今仔要含各位吼，啊，简单交换咱，看咱。乡亲哦，安尼简单交换什么智慧呢？来，中共的航空母舰，中共的航空母舰啊，哦，夭寿啊，这中国人哦，啊，空空呢，好，安尼航空母舰一台搁一台啦。我讲给你听啦，哈，1961年哈，美国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就下水了，核动力哦，你即嘛60吨，60吨前呢，吼，美国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就下水了。到现在，中国伊也无在调做一台航空母舰啦。啊，这真正是吼国小程度呢，啊是安尼啦，吼，这个辽宁号航空母舰，这台吼是对乌克兰遐、苏联遐个买过来。啊，买过来以后，属性哦，人买过来以后吼，已经彻底的破坏到底了。啊，甚至于在合约上面哦，都会有写，不准用于军事用途啊。真正怎个改造呢？真正改，其实吼，中共的航空母舰头前第一艘吼，叫做吼明斯克号啦。啊，这明斯克号航母吼，吼。啊，这台吼是没有韩国，韩国已经大肆破坏了，没有韩国，韩国吼佮大肆破坏吼，袂对中国去啦。啊，这中共吼，中共吼，伊本得要佮用呢，啊，无法度人用呢。啊，怎吼尾啊吼，中国人吼总改就把它吼经过一番改造以后呢，换在吼深圳的盐田。盖了一个叫航母公园，买票赚钱，安尼啦。第一台首先吼，明斯克号航空母舰，吼、哦，迄时阵啦，臭蛋个呢，吼、哦，讲外围来，外围来要甲改造呢，啊，是对韩国遐弄过来了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。啊，第二艘吼，这台第二艘就是吼，这个辽宁号改成辽宁号了，改成辽宁号。啊，即马吼，辽宁号算洞洞幺号，啊，即马有洞洞幺 A。洞洞两、洞洞三、洞洞四，逐一要出港。啊，这个洞洞幺 A 哈是安尼啦，因为哈这海军，因为军中的资源呐，啊，大家讲好哈，卖小片，跟他空军，跟他空军呐哈，有哈成辉制造厂，成都飞机制造厂，那还有一个沈辉制造厂。哦，沈阳飞机制造厂，那航空母舰这块海军的大饼，它也要分配啊。哦，上海的江南制造厂，以及哈、哦、大连的造船厂啊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哈、哦，洞洞幺 A 自制，洞洞两啊，洞洞三，洞洞四啊，这里个洞洞洞下去，反正哈、哦、就是上海，好、哦、造船厂。找一台，然后再来大连造船厂再找一台啊，在上海造船厂，大家分食大饼啊！不要说只有你上海制造造船厂哦，吃啊啊！我哈、哦、大连啊，属性哈、哦、辽宁号，辽宁号哒哒哒，辽宁号哦，后面的这几艘都在大连制造厂嘛，啊、江南制造厂。赚江南造船厂啊，咁咪多打袂使吼啊！来，大家吼、哦，食好康到小饱吼、哦、啊！这是吼、哦、中共航空母舰的发展吼、哦、的制造厂的简单描述了。好，啊，咱即摆来看一下伊的战力啊，吼，它的战力啊。啊，我讲一句较真的啦，你美国吼、哦、尼米兹的航空母舰，尼米兹要个剩世家、哦、10万吨。排水量10万吨，啊，辽宁号的航母哈、哦，它的排水量5至6万吨，5至6万吨了，哈、哦，啊，那讲一下排水量哦，啊排水量大，
啊，就是表示讲这代船大啦，吼、哦，这代船大，吼、哦，啊，其实吼、哦，航空母舰呢，航空母舰哈、哦，这个东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崛起的，崛起，哈、哦，啊，以前呢、哦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，大家都是主力舰。什么叫主力舰呢？就是船坚炮利啊，船个做就大就大啊，即马哦，把迄个大船吼、哦，顶管放一块甲板，放一块甲板吼、哦，让飞机能够起降啊，就变成航空母舰啊，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啦。啊，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什么？美国跟日本吼、哦，相互在西太平洋上面吼、哦，吼、哦、航母猎杀吼、哦，海权争夺战。打起来出名，吼、哦！其实世界上有打过航空母舰作战的，哈、哦，面对面征战的，哦，就是美国跟日本，西太平洋海船上躺了50艘的航空母舰。啊，那中国哦，我讲你听，我哈、哦、只要讲一句话，啊，恁大家拢听清楚啊。你们若要打航空母舰，哈、哦，航空母舰作战，哈、哦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吼，迄美国拢爱注意，日本跟美国的航空母舰吼，在西太平洋上面运动，都是悄悄无声的，无迄个参有辽宁号安尼吼，安尼吼敲锣打鼓，迄个是咧吼小丑呢，真的是小丑呢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吼没有海优空优的航空母舰，就像。漂泊在海上的一口铁棺材，哎，记没？纽约的双子星大厦，两台飞机载落去呢，命中它的重心，整个结构体的重心所在，跟着嘞，然后是温落去。啊，这个航空母舰也是一样，你只要一颗哈飞移飞弹，还是。英阿福克兰战争来的哈，一个飞移飞弹，嘣，打到船只的中心点，啊，这个准的点得起，啊，所以说台湾下次啊，如果辽宁号航空母舰，啊，即马辽宁号航空母舰是安那嘞？咱台湾人吼、哦，买菜头上盐水，哦，啊，你讲买菜头啊上盐水。买高丽菜上场啊！我细汉的时候，拢对阮老母吼去菜市啊买菜，吼啊，阮妈妈拢叫我吼家己割菜。迄时吼，我住台南伫公菜市啊，我拢教阮妈妈割菜。啊，割菜吼，买菜头啊上盐水，吼啊买高丽菜啊上青葱啦。啊即马吼，啊即种吼，买。美辽宁号航空母舰，要给你上舰载机啊！这个歼十五啊，舰载机啊，中共吼、哦，那个迄个巴基斯坦讲讲，兄弟啊，这个我这个辽宁号航母哦，哦敲锣打鼓，做戏很好用，来卖给你。买菜头上盐水，买辽宁号航空母舰准备送吼、哦。歼十五的舰载机啦，啊，巴铁公吼，巴基斯坦公，你吃较歹，你留咧家己用啦，吼，啊，即马说都卖出去啦，吼，啊，即马放伫边啊，啊，要演戏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中国的航空母舰呐，吼，小丑一个啦，啊，最大的用处在哪里呢？跟世界宣示啊，你甲所有的看，全世界对。辽宁号以及中国制造的航空母舰的威胁性，敢那中国人咧操蛋，敢那中国人咧报纸咧操蛋咧，吼！世界上吼，敢那知影讲吼，啊啊，有这个代志，有这个代志，是安那？打仗需要钱的，中国这些战争文盲啊，他们搞不清楚状况。他如果把所有海军的资源全部放到航空母舰上面去，最好吼。你把所有的资源全部换在航空母舰上，辽宁号的航空母舰，中国所有制造的航空母舰是全部都没有战力的，没有战力的。你把所有的作战海军的作战资源全部换在你没有战力的航空母舰上，想盖赫吼，
八成的海军战力全部换在航空母舰上，我们哦，飞弹快艇，两颗飞弹哦，嘣就把它打下来，搞不好哈、哦，一个飞弹哈、哦，一颗飞弹哈、哦，不小心一按到，噔噔噔噔砰，刚好打到航空母舰的重心，结构体的重心，它就慢慢下沉，慢慢下沉，一颗飞弹。100块钱哦，换你哈、哦，100亿的航空母舰，爱了解我的意思没？所以讲哦，对中国咧发展航空母舰，咱台湾人的想法一直就，咱个怕破啊，咱个怕破啊，因为中共它没有海优空优，甚至于海底优了，海底海底潜水艇呢？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哦，它是群哦，出去的时候是浩浩荡荡，吓死人哦。方圆百里之内，真正哈、哦，这个海域上面的火星蚊啊，拢飞袂入来哦。啊，所以讲哦，中国他以为人家有航母哦，他也要有航母啊，他不晓得航空母舰存在的美感。人家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日本跟美国的航母哈、哦。在西太平洋上运动的时候哈，静悄悄，甚至于呢晚上关灯夜行，那真正是惊吼，惊那个侦察机吼来抓到，抓到以后呢，马上定位，马上定位，哈哈，啊，所以讲中国吼，就是无知识的代志，像美国，像中国吼，在那臭蛋讲什么东风21啊，东风23啊，东风20几号，我啥拢听袂落呀。咱刚才，你刚才听我讲一句美国的话，你来遐，十年前他就炒航母杀手东风二十，十年前，你怎么那么可笑了？你怎么会用美国的 GPS 的卫星定位系统去猎杀美国的航空母舰？GPS 的定位系统，好了，你现在有北斗的定位系统。北斗的定位系统，吼、哦，咱目前即马市面上咱咧用的 GPS， 迄是美国的，全世界有四套，吼、哦，俄罗斯一套，澳洲一套，美国一套，中国一套，GPS 的卫星定位系统，它的名称是不一样，它的功能是一样。中国的北斗定位系统到现在只能用在 local 的中国亚洲这区域。还不能到达世界的全部的定位，你怎么打人家的东风二十一？使用美国的 GPS 要来打美国人，啊，美国如果把你的 GPS 的定位功能关掉，啊，你东风二十一不是在压给？啊，现在你中国有北斗的卫星定位系统，功能怎么样？准确度怎么样？大家可以来讲。啊，所以讲哦，我即卖意思就是甲咱乡亲讲。中国，黑龙江真的、哦、所有的国防武器的发展，哈、哦，拢是咧骗恁台湾人，来甲你行销的，哦，用骗的。所以讲，中国真正的目前的情势，哈、哦，真的就像100多年前的哈、哦，慈禧太后挥拳的英法联军，哈、哦，鸦片战争那时候的氛围完全一模一样。他搞不清楚人家世界已经进步到什么程度了。哦，哎呀，哦，要求英国人哦跪落去，英国人讲挪术，啊，不然来拍看嘛，一拍了，他知影摧枯拉朽啊，不堪一击啦。啊，中国人目前的世面就是惨状呢。哦，啊，我自从吼、哦、啊出来讲以后吼，即马五毛吼、哦，我的 YouTube 上面吼、哦、有观众金视上面吼、哦、鄙视。中共的国防武器装备的节目吼、哦，要求啊，一日2000到8000人来看，我昨错一个呢，5000几个人给你看了，要求啊，拢迄落中共五毛啦，啊，公共呀吼、哦，祖宗八代啦，要找我妈妈算账啦，什么东西，哎呦，中国的最近就是安尼念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呵，卖讲啊这吼，中共的航空母舰，你就给他动动动 N 号。MB 劲无穷大，也是
无啥无山小路用啦，安尼听有吼？呵，一颗飞弹，两颗飞弹，从它的重心点打下去，它就沉下去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小看飞弹哦，哎，海上运动的大船、航空母舰，你只要打到它的重心，它整个结构的重心，我跟你讲，伊就砍就伊妈死。呵，我简单吼，伫昆丁的海边啊吼，可能大家吼。乡亲哦，分享智慧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我讲的对唔对？我做二十几档的军人，我讲的对唔对？互咱乡亲家己来判断，吼、哦！好，啊，我即马吼，这风景遮水，吼、哦！啊，我了吼，互咱大家乡亲哦，看一下遮吼，垦丁的海边，吼、哦，垦丁的海边，吼、哦，这水的啊，这，咱来看一下吼。哦，这海水吼、哦、就清澈呢，真的非常清楚呢。哦，这海水啊，真清气啦。我拢是啊，因为我水性较歹啦，啊无吼，我真正拢想要甲跳落去，安尼甲游一下。吼，安尼即马下仔啊，六点五十安尼哦，吼安尼，人个屋里上吼安尼开了电动车吼、哦，安来遮钓鱼，安尼吼，这是。台北人有台北人的消遣的方式，吼、哦；啊，南部人有南部人的消遣的方式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屋里上吼，安尼坐迄、那个，啊，可能年岁较大吼，啊，开这个电动车吼，啊，来遮呢钓鱼，这走无远啦，可能住伫遮尔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咱来安尼欣赏一下，吼、哦，这吼、哦、风景水个啊，所以讲三五时啊吼。伫台北吼、哦，安尼高楼大厦、森林啊住久了啊，就来南部这边吼、哦、走一走，度个假，乡亲啊，佛罗摩萨吼，这漂亮的风景吼、哦，漂亮的海景吼、哦，来分享给咱大家乡亲大家参考吼、哦。OK，Thank you, Imas，阿尼阿多，ございました。